咁今日就同大家玩一個新嘅遊戲，就係 Avalon 啦，亞亞龍。咁同樣咧，呢一個同狼一樣都係一個陣型遊戲嚟嘅。咁個遊戲主題咧就係關於呢一個亞瑟王嘅。遊戲玩法簡單嚟講，好人嘅身份牌係藍色，而壞人嘅身份牌就係紅色。確認完身份同埋相認完之後，就由領袖揀人出任務，再投票決定通唔通過。通過嘅話就會開始執行任務。好人嘅目標係任務成功，而壞人就要令任務失敗或者出任務成功混淆視聽。全部成功嘅話，嗰個任務就係屬於好人陣營；有失敗嘅話，任務就會歸邪惡陣營噶啦。以七人局為例，第四個任務係需要兩張失敗牌先可以屬於邪惡陣營，所以得一張失敗嘅話就係屬於好人陣營。只要有三個任務係屬於好人陣營，好人就會接近勝利，而壞人反敗為勝嘅機會就係要揾出梅林係邊個。大致清楚嘅話，就介紹一下角色身份先。呢個係好人陣營嘅梅林，梅林會知道邊三個係邪惡陣營，但一定要好好隱藏好自己身份啊！如果唔係，好人陣營會輸嘅。我是好人陣營的派西維爾，我會知道哪一個是梅林和莫金娜，但我不會知道他們誰打誰。莫金娜屬於邪惡陣營，他可以確認身份牌的時候假扮梅林混淆視聽。他是屬於邪惡陣營的刺客，在好人陣營勝出的時候，他有一次反敗為勝的機會，只要找出誰是梅林，他就會贏的了。奧伯倫他是屬於邪惡陣營，但他不會知道自己同伴是誰，所以簡單來說就是白痴仔靠估啦。我們是亞瑟的忠臣，簡單來說就是廢村。遊戲流程，第一階段確認自己的身份牌，然後可以留意一下身邊的人有什麼動靜。第二階段就是相認時間，首先是邪惡陣營相認，記住奧伯倫是沒得相認的，之後輪到梅林確認邪惡陣營的身份，最後就輪到派西維爾確認莫金娜和梅林的身份了。第三階段輪流做領袖，派相對的人出任務。第四階段所有人投票決定領袖選的人通不通過，而最後階段就是以匿名方式出任務牌，然後公佈結果，看看這一局屬於哪一個陣營。再提提大家，如果投票不通過就會輪到下一位領袖選人出任務，有五次不通過就是邪惡陣營獲勝的了。學識了之後還不快點跟朋友一起玩，或者click入去我們的 channel 看看我們玩成怎樣。